你仔细看，这个五零件全已经压变形。其实我这次来坚强家不只是为了喝酒，前几天在山里露营的时候不小心把椅子压折了，来找坚强帮个忙，顺路带你们看看隐居山里的手艺人靠什么糊口。这些椅子都是你自己做的？这个直接倒到那机器上，就是直接切出来。修这个椅子就是小 case， 人家可以直接坐椅子。这里的东西用点心吧，多上两遍。颜色几乎一样。完美。你看我的新椅子是。一个黄的，一个黑的，哪个比较漂亮？我担心这个修不好，我又买了一把新的。但假如这个修好了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做这个老的，这个新的留给客人吧。我夏天在城市里停车的时候，为了通风得开窗户，总有人找我唠嗑，所以我想给这个圆形的天窗做个纱窗，平时还得便于收纳。下集给大家露一手。